从今天开始，谁都不能进花园。为什么？不要多问，不要多说，不要多看。你又不是老师，干嘛管我们？哈？我在这个学校工作了20多年，连校长都要听我的话，我什么都管，因为我是流管。我就说不能问了，你举手干什么？哎。 原来我写错了，谢谢你啊。